起，哦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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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Say sorry. Did you say something else? 真的对不起。OK， 这次比对不起多了两个字，真的哈。不好意思，刚才我们服务的时候不小心闪神了。It's not your fault. It's mine. Don't say sorry. Take it. Never mind.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先生，谢谢您对我们的理解，谢谢。好，说了好多 sorry， 然后现在说 thank you 啊。我真的好好表扬一下你们的礼仪培训老师了啊。我来吧。没关系，嗯，你要再说就是什么你好啊，再见了，嗯，这样，你可以把我当做你的朋友，就好了吗？这样就不会那么客气了 ，OK？ 朋友。对啊。我叫郭鹏 ，Nice to meet you。你好，我叫吴兰，很高兴认识您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先生，请入座吧。好。Well, Head King, I want you to be relaxed.请系好您的安全带。Okay. 那这样吧，谢谢您对我们的理解，我要先去工作了。然后您的手帕一会儿洗干净了给您送回来，好吗？好。再见。再见。大家系好自己的安全带。果然还是说了再见，基本礼貌用语一个都没落。Good。先生，非常对不起，你看您这身衣服，
需不需要我们帮你清洗之后再还给您呢？No, thanks. 你刚刚说是帮我把这身衣服清洗干净，是吧？嗯。It's good. 那么我是否可以申请，是谁来把这身衣服弄脏的？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？尤其是刚刚把我的手帕弄脏的那位女士。哎 ，OK， 好。子敏，叫吴兰和杨洋过来一下。嗯。真的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真的对不起了，先生，再给你添麻烦了。你们这边的礼仪还非常好。谢谢，乘务长。郭先生。你好。您好。那我说，吴小姐，就麻烦你把这身衣服帮我洗干净 ，and send to my apartment， OK？ 先生，是这样，我们尽量帮您洗。如果有些污迹，如果洗不净的话，您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？郭先生，您刚才不是说不要紧吗？怎么现在就不来了？是这样，刚刚呢，你我之间是在一个个人的氛围，也许那个时候我会把你当做 my friend， OK？ 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，我们真的会成为 friend。现在我是作为一名 passenger， 在向你们的航空公司做一种维权的事。我的衣服在你们的飞机上，不是因为我的原因而造成的损坏。作为一名 passenger， 自打登上你们的飞机的同时，我们之间的合同就已经生效了 ，right？ OK， 我的 lost 是否应该由你们来承担解决呢？非常对不起。我明白您说的意思，非常抱歉。我是担心，如果这身衣服洗不干净的话，我还是希望您想一个其他解决方式。解决方式很简单，就是吴小姐亲自把这身衣服洗干净，然后亲自给我送去。解决？如果真的洗不干净，您不会？没关系，我需要的是诚意。而不是形式 ，OK？ OK， 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。真的对不起，抱歉。